好，继续那个32题哈。第一个题目，反正都是分配率的题目。这个76乘负3、24乘负3，所以都有负 3，所以我把负3提出来。那这个就叫做76加24嘛，哈，所以100乘负3，沙巴负的300。再来第二个，你知道负负其实得正哦，哈，负负得正了，所以你不要再把负号放进去了，你就写9999乘以481。然后呢，那个9999是叫做一万块，对不对？减一，括号乘以481，好，然后我就把它乘进去，乘进去，你可以得到481000减掉481，所以答案叫做480951。OK，好，所以第二题480951。好，再来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有几组？四组，对吧？一二三，一五八，负一二三，一五八，所以我就知道这两组，我就提出一个123，乘上左边这叫负25，右边你看那个负号给人家哈，所以它是负75。再来，这两个又可以提出正的158，再乘上这个37跟63加起来，就叫做100嘛。对不对？好，过来，最好做负100乘它，那就是负12300，加上这乘起来叫做15800，所以最后的答案就叫3500块。OK，搞定。所以这三个题目其实还蛮快的，方式都一模一样。